主料：五星小薯饼10块，甜圆豆100克，辅料：盐一小勺，食用油2大勺，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解冻的五星小薯饼和甜圆豆，烧开水放入甜圆豆，一到两分钟捞起沥干水备用。锅内加入食用油6分油温，放入五星小薯饼，煎至两面金黄出锅待用。锅内放入食用油翻炒甜圆豆，再加入适量的水翻炒几下，加入一小勺盐和五星小薯饼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煎五星小薯饼，用中小火进行烹饪，以免焦糊。二、可以加入番茄酱或者一些新香料，根据个人喜好来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